我觉得今天大家团队就是满分。只剩下我们四个人。对啊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在公园旁边。我要许愿，到底是谁许愿呢？为妥善尽到队长督促大家的责任，特别为你们安排了一场速度、数量的验收考验，请挑战在100分钟内卖出破百分的餐点吧。他没来上班，还敢验收我们？不要生气气，我有安排超强战力小帮手哦。哦。光子，探！今天厨房真的比较小。你拿那个部队的跟那个比怎么比啊？你想要看一下我们本日最大的锅子吗？好小哦。想念我的炮炉了。哎，想念蒸汽炉。对。哦，你切得好快哦。你大概切100颗就会快了。哇。我这个手在疼嘞，我可以有小毛巾吗？我可以有小毛巾吗？小毛巾，他还没进来半小时，他已经开电风扇要毛巾，今天有冷气了，开始说切完了吗？所以你今天这个算凉的嘞，今天是最凉最凉的一次，真的吗？你说你们这个厨房算凉的？哇，你怎么会这样就流汗流成这样？你回头看看翔哥，他一滴汗都没有流，他以前是也是跟你一样，我是暴汗嘞，会暴汗嘞。我真的吵不完了，好多哦，任何事情都要吵很多遍。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样子吧，你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，你喜欢我吧，我有坚强和善良，桌上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，我深爱着你，其实你不知道啊，我深爱知道有我在，其实真。